Big Bang 展示会在北京举行，为公开采访加准备新空间。福利来了！ Big Bang 展示会将在北京举行，构造更加完美的新空间。组合 Big Bang 的特别企划展示将在北京举行 Big Bang 出道十周年特别企划展 Big Bang 10 The Exhibition ATOZ 从12月7日到明年2月24日在中国北京798艺术区内进行，共798 Art Cent， 这是第三次海外巡回展示。北京展销会是感受 Big Bang 完全体的绝好机会，将用 Flower Road 装饰的空间 Glory Baby MV 的灵感重新诠释的 Minimal 概念空间，将展现比上一届上海展时更加完美的新空间。另外，还增加了之前在展示会上没有公开的 Big Bang 成员的采访内容和视频，重新构成了只面向北京粉丝的版本。在北京展会上，还可以看到众多限定商品和 Big Bang Made 系列的 MD 商品。Big Bang 10 The Exhibition at US 十周年特别展示 Big Bang 的五名成员从 A 到 C 直接选择26个英语单词并构想的 V 的官方粉丝俱乐部，喜欢 Big Bang 的粉丝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Big Bang 在2006年8月出道后成为了世界级组合，2016年8月在首尔圣水洞举办出道十周年特别展 Big Bang 10 The Exhibition at US 之后，去年6月在台北举行了约60天的海外巡回展览，从今年夏天到秋天在上海举行了为期11周的第二次巡回展览，与当地粉丝见面。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继北京展示会之后，还会追加城市以及其他海外地区举行巡回演出。Big Bang 从去年 TOP 入伍开始，到 G Dragon 太阳大成四名成员进到了国防义务，今年三月发表的《花路》横扫音源排行榜一位，证明了 Big Bang 的潜力。胜利填补了成员们的空缺，正在国内外展开活跃的活动。明年二月将通过首尔 solo 演唱会与粉丝们积累特别的回忆。